判断啊，需要满足两个啊，根据这两个来判断。第一个，如果是整百年，那么就需要背四百种；如果是普通年份，就需要背四百种。嗯，那么我们来看几个年份。第一个，2000年，2000年它是什么年？整百年。对，整百年，那么就需要背四百。2000除以400可以整除吧？可以。它是闰年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，2100，也就是它是整年份。整百年，它是闰年。整百年，它是整百年还是普通年份？整百年，它是整百年，那么要被400整除，能不能除尽？不能。因此它不是闰年，看到没有？好，接下来再看到今年，今年2020它什么年份？普通年份。普通年份，普通年份要被4整除，能不能被4整除？能。